对呀，那个是野餐垫，那个是你的超人野餐垫哎。对呀，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来这里泡茶。去那里啦，那里比较宽。对呀，那里很宽耶。那你这条布要洗一下了吧？要红色的嘛？你想用蓝色当野餐垫哦？那你等一下跟狗狗一起吃点心哦。他要吃这个饼干。你的饼，那个饼干包装，它可以这样一直收着，说很香。哦，你要喂狗狗吃捏捏呀、啊？他当你的弟弟好不好？哇，他当你的小 baby 啊，那你等一下帮他穿一下尿布哦。哎呦，给他吃饭啊，这样才不会肚子饿哈、狗狗的饼干。那才可以长高。跟依依一样，依依在小朋友里面算是高的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搅变成拌，牛奶了。哇，给你喝牛奶，要吃洋芋片吗？也是普通，也是小小的洋芋片。是一个洋芋片啊。他好像很喜欢在你的脚上面睡觉哎。也是酸酸菌。就是牛奶菌吗？很酸哦。他晚上可以跟你一起睡觉吗？里面多装骨狗狗今天晚上可以跟你睡觉吗？不行。你看他很想跟你睡觉哎，他躺在你的脚上面，然后也没有说好臭哦，那个脚。他睡着了耶，你要唱歌给他听，唱歌，一二三五六七，他睡着了。